真呀，歹势，我想要甲你请教一下，你甲恁哥无共姓，敢是干部告白嫌袂？哦，唔是啦，唔是啦，其实我是高二，我是去阮客伯领养饲大汉的。客伯？是啊，我的客伯哦，就是咱中县啦。过迄个人心机足重诶，万项代志拢甲人用心计较。即马哦，过甲足青影诶，嘛足摇摆诶。伊讲你是单中县用度？嗯。我哪拢毋捌听伊讲过。白先生，我唔知是安怎，你对怎样代志这么好奇？啊，不过我先提醒你，怎样甲家风，因的人生要有这么大改变，加减甲你有关系。毕竟五年前，若不是有你的支持，永兴集团也袂有伊用奥博抢走。新院长合作，这是真正常的代志。我所做任何决定，拢是为着规个上海金融集团设想，并无针对任何人的意图。即摆我甲陈忠信，我已经刷到。各人行各人的路，过去的温温婉婉，即卖又搁提起，嘛无意义吧？白先生，莫怪我无先警告你。你若想要用上海静月来打击伊，我苛刻你，上好莫有这种想法。喜欢伊，喜欢伊啦。我们哪有可能将我甲陈忠信的温婉，算伫个静月头壳顶呢？人讲一堪心，地好运，三财进，正有财进。佮这么好运，有你两个亲人来守护，即马都敢若欠堪心啊，敢是？所以我出现是单纯于我欣赏正有的天赋，绝对毋是因为有其他的目的，这点。请你应该相信我，你免来这套了。在我的眼里，你就是标准的生意人。为着利益，你当帮助陈忠信，讲落也无好多，拆掉永兴集团的招牌。我看你根本没什么好命啊！罗家凤。真歹势，做甚当年对恁的伤害，不过坦白讲啊，五年前我若无出手，你敢真正认为恁爸会当平安度过迄个危机？盖肉桂卷。对香氛嘛有特别敏锐度，佮拄好是高丽，伊进入伊的年纪，佮有种种甲素媛真相生的卡下，伊敢有可能，都是我昨日失散的查某囝心意。不怪，不怪我感觉家己佮进入欠了下，会遐尔想要挖金鸡，但问我的心意。我心意，真要等到我身躯边啊！来去找伊问个清楚。嫌过当年含金矿拢伊素媛母仔囝死车祸爆炸来结案啊！就算我去当阵在伊母仔囝阿中去弄掉时，伫个异地无啥清楚的状况，讲敢若有看到人抱走生米，含过迄嘛真有可能是受伤了后产生的幻觉。我若即马今日去问真娇这件代志，一定会感觉我真奇怪吧？所以我问的人，应该是将真娇饲大的陈忠信。
若想要知影真相，都应该对伊遐下手。是讲伊只老狐狸，阁遐尔歹料哩啊！伊若是知影心意是我的查某囝，一定会超工用这件代志来甲我讲条件，甚至是威胁我。那恁是到是变怎嘞？难道诶？你专工叫人来找我，是有啥物代志？医生哦，也无啥物代志啦。啊，都拄好有一个人，你嘛识识，所以啊，想要出去探听一下。林弟啊，免遮尔严肃啦，大家你嘛不是在亲友场，大家放下轻松诶。满当诶，你若有啥物问题，直接问阮当就好啊，你根本无必要问我。咱各位，甲主人甲我讲，我要问你重要诶代志，啊，你都随过来啊，啊，你都表示你真愿意讲。满当诶，正有甲阮当诶柏林湖诶交叉啊，你问这是要创啊？我警告你哦。你想我是卖利用境遇，做出对阮党的不利的代志啊？你真正是想伤多啊！我即马甲陈重庆伫个生意上也阁有来往，大家合作谈钱，我变到可能扣伊后卡。我是因为知影吴金耀、甲陈文耀，因甲陈重庆拢已无来往啊，我无方便去问陈重庆。所以我们才找你。我都直接讲啊，我发现吴金耀对香芬真有天赋啦。这种好比赛哦，很得劲。阿外查某出马在花香芬保养品的品牌，不过偏偏伊都无这方面的天赋。啊，做几啊，当然也是无啥物发展。我拄着林仔，当然嘛真珍惜，想要重用吴金耀。遐毋过，对伊过去的背景甲来历哦，拢无啥了解，才会想讲要出去探听啦。满当嘞，哪呢？你就尽量的栽培啊！正义做代志，伊用拢做天真的。搁再讲啦，罗家迄丁人在里歹风胎，伊拢有法度做到众人恶路啊！而且伊搁做兰花香精送给大家哦。我毋是怀疑伊的能力啦，啊，不过我着必须要加了解伊的背景啦。卡虽私底下真正甲当中心无任何的交叉。而且伊过去的人品嘛无啥物大问题，我们才会当放心重用伊。安那诶，第一，这五年来，正义确确实实甲阮党诶无任何诶交叉，这你完全当放心。第二，正义诶人品真好，人嘛真单纯，这你万免怀疑。阿姨，敢毋是故意？啊！陈重庆是伫倒一间孤儿院领养伊的，啊，无你家话当去遐探听伊的背景啊，看伊的爸母当初是伫啥物状况，会来放弃这个查囡仔。难当诶，金玉毋是当诶伫孤儿院领养诶，是当诶伫海边啊，拄着一个交通意外，现场捡着一个红囡仔。你讲金耀是伫一场交通意外中捡到红的啊？啊，这罗汉家是安怎要带走迄个红的啊？我要告警方的。你当阵状况足紧急的，我想当真有可能嘛想要将伊送走，也毋过时间一久来就感情啊。啊！哈哈，收拾起来。
啊，回伫这个当中，怎啊转你还用精油的哦？不重要啊。是讲，你敢知影，迄辆车后抑过啥物人啊？迄车顶敢有迄个红领仔的爸爸妈妈？还是有其他啥物事大？啊，若无，哪会拢无人来问啊？我会记你，车顶敢有一个查某。你讲啥物？大伯，慢等下。哦，我真意外呢。你什么时候对阮家的少年呢这么假的？在私底下约伊泡茶开讲，我真正不知道什么时候恁的感情变这么好啊。你是在紧张啥啦？为滴，你嘛问清呀？阮讲的内容啊，啊，等伊回去了，再向你报告，嘛会好啊。伊就当知影讲我是不是有歹意，但我人伫底，伊拢知影，要出来算啥嘛会好呀？唉，紧张我是袂啦，啊，不过问清楚是一定来啊。是讲啊，我也是爱甲你提醒一下。以后不再报警了，卖黑白，有人泡茶，啊那无，有人怀疑讲你尊心不良。阿刁。当时看到的都是你，这弄个这个不对，可怜可怜受完是当时出车祸，是伊把我查某囝抱走的，但良心也无好好疼惜我查某囝，甚至搁利用伊，叫陆家凤做伊的太太，替伊家己来出气。我若这么讲，为着要引导陆家，去甲陈良心合作。还真没有出车祸，差点把琼姨害死。我差点把害死我自己的亲生查某囝，我把刁万的查某囝，本来该是放旁边的手，小命命心肝宝贝，只怕为着当中心这皮皮小人，变到这么这状况。是的，是的，拢怪我啊！当时哦，我要甲太太小姐保护好了。怪你，这意外又不是你造成的。阿哥，陈良心抱走我个所爱查某囝，一切都是超工的。这个代志不准跟另一个人讲，俺喊你嘛是，准下老婆你知影无？我知影。今夜是我甲宋爱查某囝，差不多已经确定啊。敢若剩最后一步。